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、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、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45页，145页第四行看起，第四行念祖，乃居夫凡夫下凡，谬蒙先师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助，念老非常谦虚，非常可惜啊，自己称自己是凡夫，不但是凡夫，凡夫里面的下等，真的要像他这样说法，那佛法在大兴旺的时代啊，下等的凡夫都能住这部经，住得这么好啊，我们一看见老人太客气了，也是教训我们，我们真的是下凡，不承认啊，要提高自己身份，他是真正佛菩萨再来的啊，自称下凡，我们在这一部注解里头，这个称呼很多遍的，不是一次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于虽初发大心，但喜障生慧前，承此众命，世生惶惧。这个话是谦虚，也是真实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谦虚，跟祖师大德比是真实啊。所信的呢，曾参先师讲习，亲闻此经，全部这部经夏莲公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一遍，念老从头到尾都听过，没有缺席啊，且与念在20多年随时之中
实是实者，在老师的身边啊，时常听老师讲经说法，所以对于禅、静、密各种的玄奥，促销先思，汇集大经之深显啊，慢慢的体会到了。老师莲公老人希望这部经能有一部详细的注解，这桩事情就交给黄老去办了，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办这桩大事，其他的人不够格。那么60年代，这是民国60年代初，曾经释协此经玄义的提纲一册，呈送给莲公大师看了。莲公大师同意，那么经过文革之后，文革化大革命那个时代，这份讲稿已经失传了，现在年逾古稀，复读书籍，愧深恩之未报，居无常之讲之。这两句话对中年人来说太重要了啊！现在黄年老60多岁，快70岁了，年逾古稀，古稀是70岁，身体不好，晚年的时候生活的辛苦啊，这晚年期间我跟他老人家遇到了，每一年我会到北京去看他啊，至少也有3-4次。受他的熏陶，听他的教诲，我始终把老人看作老师。李老师往生之后，能够教我的就只有他了。第一句话，愧深恩之未报，老师的深恩，居士害怕无常之相知，寿命到了，于是愤老病之残身，即传灯之弘誓，以此身先的供养三宝，
这就是拼着老命。怎么样痛苦要忍受，把这一部注解写成功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所以是即传等至弘誓，他答应老师的，应当要做到。啊，用这个身心供养三宝，闭门谢客，全力助亲，即报先师，即设方三世，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晚矣。这就是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下面第八段，本经之殊胜在于切理切机。这一段我们今天在此地跟同学们一起学习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当年在世间住世，并不是很长，讲的经不少。为什么我们选这部经？为什么不选别的？就是在这一理由，就是这一句：本经的殊胜，其理第一，把理讲透了。更难得的是其机。什么人都能修，而且都能成就。奇迹也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需要断惑证真。惑是什么？烦恼。不说别的，就说五个字吧，佛常讲的贪嗔痴慢疑。我们有没有本事把这个烦恼断干净？让它不起作用，试了，试了几十年，没丢掉。境界现前，还是贪嗔痴慢疑。细心去反省，心生恐惧。恐惧什么？这一生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学佛是白学了。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遇到佛法，
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这算成就。所以整个小果须陀洹也就不错了啊。那我们烦恼扶不住，起心动念，这里头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说明什么呢？来生还在六道，六道里头哪一道？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人道难了，还能得人生吗？人生要具足三规五戒十善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啊？三规只是口里头念念而已，有没有回归？没有啊。无戒，杀盗淫妄酒，十善，再补充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啊，最难的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居住这个条件，在六道里头升天道，欲界天。你就晓得多难了。所以佛说的经多，佛说的法门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都不相应，都不及格，我们来生到哪里去？肯定是到三恶道。这说实话了，不说假话。所以说真实，第一真实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，就是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一部注解。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不肯学，不能怪人，怪自己。啊，我遇到了不少大经大论，读了之后，感觉到我能读它，我能讲，我做不到。将来的前途恐怕还是三恶道，越想越害怕，到最后问自己怎么办？放下吧。只有放下。放下怎么办？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
就这一部经够了，不必再加一套了。这一部经，这一句佛号，只求这一句佛号26小时不中断，行住坐卧都不离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恳切的愿望，求生净土。有这两个条件，真心切愿，真正相信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实话。极乐世界的人不造业，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阿弥陀佛无论讲什么经都能帮助你提升，都能帮助你证无上道。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啊？所以对于身体要学黄念老，他住经分老病之词产生，即传灯之红事。他有大任务，我们没任务，但是老了有没有病？有病。眼睛花了是病，耳朵聋了是病，年轻的时候耳目聪明，现在不行了，要戴眼镜了。要用助听器了。这就是老病缠身了。时光不久了，无量寿不是真的，是恭维的话，客气的话。寿命到了怎么办？这是大事，这是我们这一次讲，再讲这部经，再学习，帮助我们彻底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。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功德圆满啊，一定要记住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个胡思乱想起作用了，什么作用？今天地球千变万化，
从心想生的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心想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我们这个世界哪个不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在这里的过日子苦不堪言。所以念老闭关住静，最后这一句即报先师及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深恩有爱。我们要记住回向啊，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而且每一天要记住待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礼佛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我们来看底下第八段，本经之殊胜在于切理切机。这就是佛菩萨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专修净土，学海贤老和尚就对了。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人讲一部经，师父传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听话真干老实啊，他具备这三个条件，一生成就了。112岁欲知时至到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接他走，走的时候112岁，他取得往生的资格，我们从他种种迹象里面能体会到如果只求往生，我相信他在30岁就成功了，寿命延长到112，是阿弥陀佛不让他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交代他的任务，在娑婆世界做个好榜样，念佛往生的榜样，他做成功了，做得很圆满。我们跟他有特殊的缘分，虽没有亲眼所见，是亲耳所闻，从手机画面上看到了，
所以让我们认识本经的殊胜，切记切理切记，特别是切记万修万人学，一个都不会漏的啊，真的是了不起啊！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啊，我们看这文字，我们把它看下去。理者，实际立体，一切真如实相。本经呢，住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机，并应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。这几句话，本经的经文念老，特别念出来教给我们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，经中所全指一切事理，皆华严之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之一真法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学华严，学了不少年。讲华严，大概讲了十分之一。我觉悟了，遇到念老的注解，我觉悟了，我把华严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太大了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。我学华严，讲华严，华严不保证我往生。华严不能帮助我断烦恼，我的抄经路，又何况这一部经叫中本华严，意思就是小华严经，虽然是小华严经，有大小，但是理事完全相同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一真法界。原来那就是极乐世界，那我们用这部经求生极乐世界，对了，一点都不错。所以放弃了华严，回过头来专念这一部经，专一这一部经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切放下。真的自在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体会到了。我对老师
永远无尽的感恩。啊，我相信我舍弃华严回来念佛了，老师要在面前的时候看到一定哈哈大笑，你的路走对了。我们看幕后这一句，一真法界，华严之密奥之离体，正在本心呢。我们真的得到了，我们看念老的书写，在146页第二行，本心之殊胜在于其理其机，理者实际理体真心自信本体啊，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一切真如实相，真实之本体，下面念老又告诉我们，其理者，盖本心乃住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机，并会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。这几句话讲得太好了。切理住真实慧，这个真实慧是真是实圆满的智慧，奇妙的智慧，自性本具的智慧，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在这一句，什么人证得？化身菩萨证得，大乘经上佛说的，华严说的，地上菩萨，菩萨的果位51个阶级，是主，是心，是回向，是地，修道初地菩萨
就住真实会了，不圆满，它有实体，实体上面去，往上去，有实一体，实一体叫等觉，再上去圆满了，成佛了，啊，那么算上来就十二体。十二是圆满，圆满的见性，没有局限的见性，真的见到了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圆满证得自性，就见到自性圆满的体相作用。啊，所以开化显示真实世界，这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一切时间空间全明白了。啊，下面这一句，会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，真实的利益，这个利益是什么？真的圆满究竟的佛果，成佛了。啊，不是一般的佛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这叫纯一真实。所以，他用《华严经》作证。啊。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，经中所全的一切事理，就是华严的四离无碍、四事无碍，叫一真法界。四离无碍实体，四事无碍是用，从体起用。华严密奥之离体，离体好像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，也就是说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，怎么会有这回事情，研究这一门学问的叫哲学里的本体啊，本体能现象，整个宇宙、过去、未来、森罗万象，全都明白了。华严所讲的秘密，所讲的奥妙，啊，就是讲这个离体。所以方东梅先生说得好，佛经他指的就是华严经，是哲学的
里面的最高峰啊。我虽然没那么样的深入，我相信方老师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他晚年把时间精力都放在经典上，他到对华严真下了功夫，啊，非常可惜，学校没有开这个课程。如果开华严经的课程，他一定讲得非常好。所以，华严经讲的本体正在本经，华严经也因此而称本经为中本华严。中本，本子大小不同，华严经八十卷，分量大，本经一卷，里面的内容没有两样，完全相同，一个细数，一个是略数。细说的华严，说的简单一点，扼要一点，无量寿经。所以这个经其理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依据的理体就是华严，就是无量寿经。源头找出来了啊！下面我们再看契机，这一段文更重要了啊，太重要了。基是什么意思？根基。我们是不是学华严的根基？是不是学法华的根基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是，你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就是不是的呢，虽然学了，学了些文字，没开悟，不但没有大彻大悟，连个大悟小悟都没有啊。讲华严经只是依着文字，依着注解说说而已，不得受用啊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开悟，最重要的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我们看看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至于契机，更是本心之独身，独独一无二，啊，为什么以持名念佛，三根普被凡圣全吸收，
上上根全体成道，下下根一颗一指得度，下指无力手握。临终念佛，亦必随愿得生，横出三界，圆证四土，顿与观音师之并肩。可见此法究竟方便。善因群起，群是一个不漏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妙啊，就妙在此地。我们看念老的解，上相扑经中持名法门，普被三根，其受凡身，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，下下根者一颗一指得度。上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化身大士，他们在华严会上发愿求生，这个文字在四十华严，下指无力手握，临终念佛，亦必随愿得生。这十二个字要特别注意：无力手握，临终念佛，随愿得生。这是给我们业障重的反复，唯一一生成就的保证书啊！能不能帮助人一生成就？那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里头，只有这一部经，第一经，我们要相信啊！不要再让自己找麻烦了。哪一部经有效？哪一部经能帮你的心定下来？哪一部经能帮助你放下万缘？一心专注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横出三界，不是竖出，在我们人道那一边就是极乐世界，那一边就是莲池海会啊。所以横出圆灯是圆满四土，凡圣同居土，十宝庄严土，
同时证得圆证，顿与观音师之并现。观音师之是阿弥陀佛的助手啊，阿弥陀佛贴身的两位菩萨，大势至观世音，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，善因群起。究竟方便，意思就是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方便到究竟，我们遇到了，为什么不要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能力？靠自己往生。这部经典，佛是告诉我们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。求生净土。我回头了，给大家做个榜样，越简单越容易得力，学多了学复杂了，到临命终时哪个有效，到最后通通没有感应，都没有效。不是经典不灵，是我们的心太乱了，不知道抓哪个好。佛在此地教我，只抓住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就对了。这是念老这一段开示里头最精要的地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